吗？嗯。那包是猪肉。今天我要示范炖鸡汤，鸡肉全部下就好了。鸡肉不是要先烫过吗？接下来加米酒，加姜、香菇。妈妈是不是有什么小撇步？啊，还有什么要加啊？加整罐吗？盖子要打开吗？还有一个秘方要加，就是硬瓜。那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加盐巴了。我觉得差不多可以试喝看看了。